其实我哋民建联嘅妇女事务委员会咧，多年嚟咧都争取妇女嘅权益嘅。咁我哋尤其咧就关心呢个孕妇嘅权益啊。咁我哋知道啦，香港咧产假咧其实咧就得十周，仲唔系全薪嘅。咁但系其他发达嘅城市啦、先进嘅城市咧，其实咧都已经多过香港好多噶啦呢个产假。咁所以咧，我哋咧就好希望咧今次施政报告咧可以争取到咧产假咧就由十周进展到咧14周，同埋咧希望系一个全薪嘅产假嚟嘅。咁但系咧，单单系延长产假咧，同埋全薪都唔够啊！我哋更加咧要照顾呢个咧流产啦，或者系即系小产嘅妇女啦。咁就我哋知道咧如果你怀孕咧超过24周或以上咧其实咧都已经系同怀孕嘅妇女一样咧，都系需要坐月噶。即系如果佢系流产或者小产不幸地嘅话咧，都可以帮佢争取到呢个14周嘅产假咧，同埋全薪嘅产假。